喜欢，却有飞蛾扑火的力量，卑微的喜欢越来越不自然。熊河水库啊，既然早起到现在的渔获才过完成110斤啊，这是鱼的鱼饵，单钩鱼饵粒渔获啊。亲爱的兄弟姐妹，听呀听我说，你的热情和善良深深打动了我，无论赴汤遇到火，千山来阻隔。